在广西柳州，大街小巷的都洋溢着过年的喜庆。当地人最旺的青云菜市，在这几天也格外热闹。走进市场，大红的春联，吉祥的福字，林林总总的糖果，丰腴肥美的鸡鸭鱼肉，鲜香油亮的各式卤味，摊位上摆满了各式各样丰富的菜品，每一样都让人食指大动。这家粽子店有30多年历史，是很多柳州人的舌尖记忆。店主说，临近春节这几天，每天要包1000多个粽子，因为忙不过来，他还请了朋友来帮忙。老的一辈留下来的，我也一到过年都吃粽子，都是团团圆圆的。我早上8点钟起来搞到，包到晚上12点，订单排到29啊。这几天，老牌蛋卷店也是订单不断，老板一边售卖一边煎蛋卷，一刻都不敢停歇。200个啊，现在的200个，可能有10一斤，都忙不过来。除了蔬菜、水果、熟食等，还有平时很少见到的花生酥、兰花根、猫耳朵等传统年货，在这里都能一站买到。